我们又到这边来随便吃一点吧，晚上大晚上的，我觉得喝点粥好了，怎么样？好。你看你，人家说你要多喝点粥养胃，晚上少吃一点。好。我们这边的网络为什么那么慢呢？信号很差。啊，我们又要把电脑抱到吃饭那里去上传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就点两碗砂锅粥，配萝卜干。配萝卜干。嗯，这边他们专门做粥的，我感觉还不错。嗯。哦，这个是小米鸡，小米土鸡粥。嗯，看着还不错的样子。你们广东喝点粥啊，都要喝点肉粥的。嗯。像我们吃粥，肯定都是吃这种。比较那啥，比较淡的蔬菜的，这就是要么白粥，要么小米粥、南瓜粥是吧？最多咸粥就是菜粥，是吧？另外很少喝肉粥是吧？对，这是我们中午打包的披萨，刚刚叫他帮我们的热了一下，尝一尝。披萨，不要浪费，披萨配粥刚好啊、哦。嗯，哎呦，冰起来的。怎么粘到一块了哈？那我帮你看一看。好、哎。是这样是吧？湿湿的粘一起的，变成那个什么了？变成三明治了。是啊、哦，那三明治好香。嗯，是吧？你吃。嗯，晚上又吃那么多。不得，晚上就要少吃点，以后我们就中午吃饱一点。我晚上少吃，然后早上就早点起来吃就行了，嗯、知道了。对。养成好习惯。嗯，现在要换个发型，给换了个人一样哈、哦。是吗？嗯，精神多了，毛病也没了。啊，棒棒的，棒棒的。吃饱喝足，喝一大锅粥啊，喝饱了。这萝卜干还挺香的，不知道放了什么哈、哦。嗯。宝宝可以回去配粥喝，我觉得。明天早上喝粥的时候配一下。嗯。是吧？我觉得去超市给你买个那个养乐多吧。好。人家说有气，你每次喝点那个，吃饭的时候喝点那个好。去，去旁边超市消化一下。走吧。来。点一下那个也。哇，这边今天是不是万圣节？是今天还是明天啊？明天。我都搞不懂。是31号吗？啊，周六嘛，是明天。啊、是11月1号，因为我们几天没有买牛奶啊，都出了这种款了。天哪！卢浮宫博物馆联名限量装，限量版的，我的天哪！还送个碗，这么搞笑。今天养乐多了没？哇，你能拿回去每顿来一个吧？好吧。以后你的酒就改成这个吗？瞎讲，我现在没有气儿，没有。有气你？我没有。你不有气吗？啊，我有气，但是我没有。啊、有气也不能喝酒的。我没有胃气。你还有胃炎。我有气儿，但是我没有胃气，知道吗？再降啊！我看你又想去检查一下胃镜了，到时又不舒服了。哎呀，我又要去查一下哦。下次检查就是你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天天说，哎呀，一喝点粥说，哎呦。神经的哈、啊！我看你神经吃、啊。下次简直是到你了，我跟你讲。刚才说买那个养乐多啊，今天买的是啥？顺便买点水果吗？水果、坚果。这养乐多只是个零头。主要是给你买养乐多的，知道吗？本来是拿这个袋子装的。会员卡有啊？没有没有。现在必须要买一个其他袋子了。多了，可以提回去了，可以提的，这个水果袋子需要吗？不用袋子了，我去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环保知道吗？不用小袋子，也能装一点的，这养乐多放里面，嗯，我就可以了吗？装得满满的，待会儿撑破了你就知道了，不会撑破的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右边走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徐子洗衣液双瓶装，2公斤茶，是不是？又省了2毛钱。你怎么可以说省了2毛钱呢？这盒子是省了2毛钱，这是环保，知道吧？两毛，这是2毛钱的事情吗？怎么思想觉悟不行啊？嗯，走吧。哎呦，我们回来啦！哎呦，阴阴怪又开始啦！啊，那个洗澡味儿啊！
一股沐浴露的味香味是不是啊？啊？好，给你喝酸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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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英乖，来，上个厕所回来哦，外面人多，赶紧绳子，绳子，来，等下上个厕所。拉尿了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哎，抓到一只狗，好香哦，阿白，哇，这个充电管是不是可以哦？好顺滑，有没有？对啊，120没白花啊。价格贵的，你看屁股上梳的多好啊，多漂亮啊。嗯，人家都不敢让你去洗了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人家叫你下次不要去了。阿白，你怎么又弄得把人家得罪了哈？把美阿白会不会把美家全国各地的宠物店都不敢帮他洗了？不能这样说，阿白啊，给钱人家都不肯给你洗哦。你看他一直缠着我给他酸奶的，你等等看着酸奶给他喝吧。啊，先给他喝酸奶。嗯，来，你给拿给他喝吧。嗯。哎呦，你看他，你看他啊，酸奶，酸奶，酸奶，哦，酸奶，酸奶了，行，慢点喝，慢点喝，哎，慢点喝。今天才洗干净，别要把毛毛喝脏了哦。哇哇，感觉洗完阿白都年轻了，有没有？是啊。嗯，他又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顺毛剂哦。我感觉他用了那个顺毛剂，就是那个毛啊，就是特别的光滑，嗯，特别的软，连屁股上那样，平常那些地方啊都是很软，梳毛都梳通了哈。对，嗯，这100多块钱和几十块钱还是有区别的。对，赶紧喝一点你的养乐多吧。我的养乐多啊，嗯，你不喝。我不喝，你喝吧。好吧，你喝养乐多，多喝点养乐多跟酸奶，都有助于肠胃的，知道吗？问题现在我比你吃那个药还好，那个药不要吃了。问题现在我现在就是这个，反正有事有事没事都可以吃了，养胃嘛，好吧哈。阿白都知道这东西好，你看他，大白的狗子吃的嘴角都有一点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好了啊。